mani pemi mani pemi mani pemi mani pemi。好了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现在呢，在吵杂的这里，马路边，非常的吵，用了四支麦克风收音。哦，干我跟他怕滑落地耶，不是啦，是现在的科技就是安尼。船坞让你使用36个钟头，每支麦克风发射可以发射多久呢？可以发射6个钟头。那么接收器呢，在你的手机 iPhone 的系统的身上，也可以在你的 Type C 的系统身上进行充电供电，进行供电，那么就形成了四收音。今天呢，夏郎比哇秋的活动呢，在这边啊、哦，我们出来就是要摇啦，哎，比人较摇，怎么比人较摇呢？电火较歹调调，行较大就是咱上摇。好不好？江湖在走，灯光要有。那么未来的灯呢，轻巧好用，加了2个970。那么这个是我帮一个外景节目，他们是做那个路边摊小吃拍摄的，专门要去采访全台湾的路边摊直播，路边摊的小吃，所以它的高度没有要很高，但是呢，它一次要3支灯，所以呢，它需要这样的一个配置，好、哦，这样的一个配置。那么现在先做小轮板的给他，因为他的都是柏油路，台湾的柏油路还蛮算平的，这个已经测试过，在柏油路都还算 OK 顺畅。那他就是很激动的移到定点，好，移到定点之后调整一下高度，哦，简单调整一下角度，轻轻松松完成好、哦、作业上的布光，好、哦、特别适合这个作业，机动作业。兜力的轮子呢，米薄的，那将来这一根杆子呢，现在是168的版本，那还有170的版本，还有200的版本，那现在就是暂时做168的版本。那这个从地面到上面的高度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高度哈，真正的全高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全高，我180嘛，这里大约是170左右的高度哈，以拍坐姿来讲是完全够用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这个灯呢是我们的蔚来300的灯光，那么可以外挂970电池，这个板子好，另外再买，那它可以有宝龙的卡口，那可以插电，也可以用变这个变电的方式，电池970的方式完成。那整个系统有一个很好的包包哦。它的亮度，它是八十瓦的哈、哦，那个7800流明，5600的色温，来，我们来走走看哈、哦，啊，这个灯脚呢，哦，就只有怪技师才有哟哈、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来参考参考，参考一下啦哈、哦，参考一下，啊，这个灯脚还有一个好处哈、哦，我们还可以把它更稳的把它展开，冲它大机的哈，环境配合一下。哎呀，咱若要较早的时阵呢，嘿，咱就较开的，好，较开的。哦哈，这个主要的目的不是用在打灯呐、啊，灯只是其中用途。我们可以摆云台，放相机，放横板，放手机，放麦克风，放灯。摆好一支之后呢，我们在各个卖场，假设这是摄影机，我就走到哪里拍到哪里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啊，小心不要踢到就好了，走到哪拍到哪。哎呦，我现在才打22%啦，阿娘喂，哦，这个光就是该有它该亮的样子，100%的光线啊，80瓦，赞，还有双色温的哟，谢谢。